5节，肉鸭忧心地问他：“王爷是不是病了？你见我病过？”沈礼一句话将肉鸭的担忧堵了回去。伺候他穿衣洗漱完之后，沈礼刚一开房门，便在院子里看见了来回踱步的芙蓉君。沈礼立时便皱起了眉头。芙蓉君心中一触，下意识地往后站了站，但犹豫了半晌，还是硬着头皮道：“你王爷可知，昨日扶我回来的那男青年是谁？”沈礼想起昨日荡过心头的那不的一声，嘴角一抽，道：“作甚？啊，昨日我不是醉酒吗？与他回来的时候，走到半路我酒醒了些许，兴致起了，与他对了2招，他功夫不错，打到最后我酒醒了大半，兴致一起，吟了首诗。不想他竟能随随便便接触我的下句，这在芙蓉舞文弄墨数百年间，可是从没遇见过的。”芙蓉心生仰慕，想与他多探讨探讨。沈礼一撇嘴，这芙蓉君原来却有2分腐儒气质，不过想来也是，他在天界众星捧月的被人侍奉着，敢与他过招，能和他对诗的人当是极少吧。遇见莫方这么个年纪相近且兴趣相投的人，是有几分巧遇知己的感慨。只是沈礼没想到，莫方竟也有那么高的文采。素日里行军打仗的，遇见莫方了，必定是有什么战士，他们哪来那些时间吟诵风月？所以沈礼没多少这方面的天赋，自然也没有注意到莫方这方面的天赋。其实沈礼不知，昨晚芙蓉君与莫方文武一战，他已经将莫方引为知己。这千百年来，好容易遇见一个能让他仰慕的同龄人，实在难得。只是对方这同龄人好似不怎么待见他，于是以芙蓉君的性子，自是要想尽方法让人家待见他。他向沈礼一摊手：“这是昨晚比武过招时，他不慎从身上掉下来的玉佩，我想去还给他呢，顺道说声抱歉。”沈礼垂眸一看，他手中正拿着一块青玉佩，沈礼知道。这是莫方常年挂在腰间的配饰，腰间的配饰为何会落在芙蓉君手里？沈礼不由猜想，坏心眼的想到，他们昨天除了比文比武，还有没有干出其他什么事？没法抑制的想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沈礼觉得自己的脑袋比先前更疼了几分，正揉着额头在想要怎么回答时，一旁肉鸭嘴快道：“这是莫方将军的东西啊，他就住在3条街对面。不过将军们好像都有晨练，所以现在或许在郊外营地。”闭嘴！沈礼一喝，吓得肉鸭一惊，愣愣地望着他，有些委屈和惶然道：“肉鸭，指错路了吗？”沈礼扶额，芙蓉君却欢喜极了，嘴里将莫方这个名字来来回回念叨了2遍，然后对肉鸭抛了个媚眼：“小丫头还是有聪明的时候嘛，本君走了。”站住！沈礼喝住他，但却不知道怎么警告他。若从武力上来说，莫方绝对不会吃了亏去，但憋了半天，沈礼干脆一伸手道：“军营重地，外人不得入内。玉佩给我，我帮你去还。”芙蓉君眼珠一转，忽然指着沈礼背后一声大叫。肉鸭惊慌地转头去看，沈礼也微微分神，可后面什么也没有。待转过头来时，哪还见芙蓉君的身影？沈礼一脸铁青地站在原地，拳头捏紧，心中只觉一阵阵羞辱，竟被这种手段给耍了。肉鸭呢喃：“这芙蓉君真像个小孩一样呢，以后能照顾王爷吗？还指望他照顾？”沈礼咬牙切齿：“若无有子如此，必将其捏死。”沈礼本打算去军营里将芙蓉君给拎回来，但头疼更甚，他哪里也不想去，唯愿莫方能护住自己。自己歇在房里逗嘘嘘玩，但不知为何，嘘嘘今日出离的安静，逗了许久，只是跳来跳去的在笼子里蹦跶，并不开口说一句话。沈礼失了兴致，索性往榻上一躺，闭眼休息。歇到中午，忽觉身边来了个人，下意识的觉得是肉鸭，他张嘴便道：“给我点水。”好一会儿后，茶杯才递到嘴边，沈礼懒得动，张嘴由人喂着喝了点水，抿了抿唇，忽觉有点不对劲，他睁眼一看，行止正侧身将茶杯放到桌上，回过头，四目相接，行止轻声问：“还要？”沈礼不知为何看着他微微逆光的脸，像是被蛊惑了一般，又点了点头：“要。”邢芷便又喂了他一杯，不是递给他，而是将杯子放在他唇边，静静为他喝了一杯。神里愣然，心中一时各种情绪涌起，最后夺过杯子握在手里，我还是自己来吧，不劳神君。身体可有不适？神里摇头，无妨。许是前些日子一直在奔波，并未觉得，歇下来才发现累，有点嗜睡。他往窗外一望，发现现在已是午时，忙道：“吃食的话，我让肉鸭去准备。”不用。邢芷摇头，不吃东西也没事。哦。神里点头。今日阳光的角度偏得太刁钻，他险些忘了，邢芷是神，哪还用吃东西？他和那个善厨艺的凡人不一样啊。当天晚上，神里身子烫得越发厉害，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。肉鸭给他喂了水，搭了毛巾都不管用，心里不由着急起来。伺候了神里这么久，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即便是受了重伤，神里的意识也都是清醒的。肉鸭无措之下，便想到此时王府里还有两个仙人住着呢，只是这大半夜的，请神君来有些不妥。芙蓉君既与神里有婚约，叫他过来也无妨。肉鸭琢磨着，便急急忙忙地跑去芙蓉君的院子，可敲了许久的门也未见他出来。肉鸭慌得不行，这才去找了行止。待行止赶去，神里的脸颊已是通红一片。他素容坐在神里床边，伸手把脉，却奇怪地皱了眉头。神君，我家王爷到底怎么了？并无异样，只是单纯的发烧了。行止松开手，问道：“府里有药材吗？”肉鸭摇头，王爷从不生病的，魔界的人也很少生病。以前魔界常见草木的时候，外面还有的卖，瘴气浓了后，就没什么药草卖了。行止沉吟，随即将手掌贴在神里的额头上。白色的光芒在他掌心闪现，烧得迷迷糊糊的神里好似觉得舒服了一些，无意识的在他掌心蹭了蹭。行止目光不自觉的一揉，手掌未动，小拇指却悄悄摸到他发际线上，把散乱的几根发丝往后捋了捋。肉鸭紧紧的盯了一会儿，发现神里呼吸渐渐变得均匀，确实好受许多，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。紧接着心里难免起了点抱怨。神君给我家王爷指了个什么样的姑爷啊？他撅嘴道：“还没成亲就已经夜不归宿了，也不来打个招呼。今日若是神君不在，王爷的病情耽搁了，又该怎么办？”行止没有说话，只是放在神里额头上的手掌悄悄地落到他的脸颊上，指腹轻轻摩挲着他还在微微发烫的脸颊，一言未发。昨天便惹出了事，损了王爷声誉。今天早上拿了块玉佩说去找莫方将军，哼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去找莫方将军呢？肉鸭对芙蓉君本就极是不满，但之前主子不在，不敢得罪他，现在有人撑腰，他便将心头的怒气与担忧一并抱怨出来。这还是在魔界，待以后王爷嫁去了天界，举目无亲，他还得受多少委屈？王爷脾气犟，日后若是受了委屈，必定也不会告知魔君。那时候肉鸭越想越严重，眼眶一红，竟是快哭出来。那时候谁还会为他心疼？是啊，行止无意识的呢喃出声，谁还会心疼？然而这句话便像是一块无意划过皮肤的尖锐石子，擦疼了他的脸颊，让他不由得微微垂下了眼眸，凝视着神里的睡颜。他的指腹划过神里的脸颊、眉眼、鼻梁，挨个摸了一遍，才收回了手。已经没有大碍了。他让指尖离开光滑的皮肤，在床榻便又沉默了许久，才站起身来。肉鸭害怕神里病情反复，一双眼紧张地盯着他。神君去哪儿？不走远。他道：“若有事再到院子里找我便是。”言罢，他头也没回地离开了神里的屋子。肉鸭看了看神里，又看了看行止，红着眼眶嘟囔：“怎么这样啊？王爷还没醒呢，连多待一会儿也不行吗？”天界的神仙真是冷心薄情。冷心薄情吗？行止站在院子里，看着自己的指尖，他似乎能看见尚还残留在指尖的神里的体温，那般灼热，像要一路烧进心里一样。白色的光芒再次在指尖亮起，只是这次行止不知自己要驱散的热度到底在哪里，这种像被烫伤了一样的感觉到底是从哪里发出来的？他不知道。肉鸭将帕子拧了，细心地搭在沈礼额头上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：“王爷呀，以后要是实在没法，你真的嫁到天界去了，你也别对那些个神仙上心啊！你看，一个这样，两个也这样，都不是好人。”沈礼眼皮微微动了动，本王知道。沙哑至极的嗓音从他嘴里吐出，肉鸭吓了一跳，而后惊喜道：“王爷醒了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